大家好，我是老白，又见面了，过年好！今天又到货了，又买了一个这个啥，买了一个这个蓝牙耳机。今天主要说两个问题，第一个我咱开个箱，看这个蓝牙耳机都有啥配套的东西。第二个我给大家测试测试这个蓝牙的这个声音咋样，这个蓝牙耳机的声音咋样，我给大家做个测试。不要你这东西我拆开了，我给大家拿手机拿近一点，看这都有啥东西。我给大家看，这就两个，看这个这是个脖子上挂的，大家不用说，这是脖子上挂的，看两个，还有这个，这都是脖子上挂的，两个数据线。两个数据线，这两个是数据线，看见吗？还有一个接收器，这是一个接收器。好了，这个不用说，大家也能看明白，这是脖子上挂的。我一就把这个给打开了，把这个指示灯打开了。这个是接收器，这个是接收的，这个是发射的。我都把这个，这是那家买的声卡，看见吗？买的声卡，这个声卡，我先打开插到这个上面，我给大家把这个声音试一下，看这个放个歌，这声音咋样？我先试一下，跟这蓝牙连接上，我先试一下。这还分左右嘞，我这得放个歌，我得拿一个手机去。这个手机拿来放个歌。哎呀，可以可以。可以，这声音听起来还可以。我给大家让大家听一下，看这声音。行，可以吧？可以，连接成功了，咱还没用过这东西。好了，就这么个样子。测试也测试了，它这个声音还是可以，跟这个连咱也没用过，还是可以。好了，就这么个样子。大家喜欢看我的视频，也喜欢多关注关注我，也喜欢在下面评论评论，说这个耳机行，这个耳机不行。也希望大家能关注，给我减个五星。好了，再见。